嗨，大家好，我是车长刘苏珊。时隔一年，我又回到了我非常熟悉的珠海金湾机场。在亚洲通用航空展开展之前，我和我的一位新朋友有一个见面的约定，他现在马上降落。他是在用记忆在跟大家打招呼。这个就是我的新朋友，中国首位女特技飞行教员王兆华晨老师，给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王兆华晨。这一路飞行过来觉得怎么样？特别开心。首先我终于到了珠海，这是我第一次开飞机到珠海。海的上面其实是风是非常大，我看感觉很颠簸。我来的时候其实也有这种感觉。飞行表演会有一些难度上的增加吗？会的会的，因为我们表演嘛要在观众的前面，所以你要被风吹跑的话就不行，所以每个动作都要加一些余量，每次动作回到观众面前，所以需要适应性训练。刚刚看到您降落的时候觉得非常的轻巧，而且感觉是落地的时候是非常轻盈的那种落地。谢谢谢谢，我说我的落地轻是对飞行员一个很好的表扬。但是这个飞机确实很轻，整个飞机下来不到一吨，就是加上加满有两个人全上去不到一吨。我之前其实也推过直二零，但是那个估计得要六七个人然后一起推。这其实就和你们的什么来着，是吧，重量差不多，你一个人就可以推。能感受到，因为我们曾经抱着这个炮弹跑步过啊。对，抱着炮弹。但其实比那个还是要稍微沉一点点，稍微沉一点。非常荣幸可以给一个坦克兵妹子介绍飞机速度表、高度表，还有这个重力加速度表。像这些仪表盘，你都要时刻盯着它的这个变化吗？里面几乎不用看，里面几乎不用看。对，但是你要扫它。那最重要的，对你来说在空中是什么？是这个尺子。对，这个是量天际线的尺子，所以天际线如果和它平行，我们飞机就在平稳直线飞行；如果和这个竖角平行的话，我们飞机就是90度上升。那其实这个跟我们当时开坦克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相同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在坦克内部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仪器和仪表，像那些东西我们也都是要把它的这个数据时刻记在心里，包括我们的操作。我们班长当时就说也要达到这种人车合一的这种境界才能够把整个坦克开得更好。那您为这次亚洲通航展是不是还准备了一些新的动作？是的，我有设计一些新的动作，明天会在本场进行一个适应性训练。哇，我都好想上去感受一下。我也想上99A。是，没问题，我们下一次标五也可以。我们下一次相约，我也上飞机，你也上坦克。那明天我们也非常期待王兆华晨老师在空中的精彩表现。那我们明天见。明天见。好。现在是北京时间差不多6:25，一会儿呢，王兆华晨老师将会进行他的第一次飞行适应性训练，同时呢，他会根据风向、风速的变化，飞行员在天空当中来对飞行科目的顺序来进行一些调整。现在就是在做一些飞行前的这个准备工作，然后可能王兆华晨老师会绕着飞机再去检查一下。我这还撞死一只鸟吧？就把这个拿。现在开车 ，Clear Prop。出发之前会对飞机进行一个预热。珠海金湾机场呢是临海的。它在海面上的这个气流包括风速对于它的这个飞行动作的完成和衔接其实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每一个动作之间的衔接是非常紧密的，在10分钟大概有10到13个动作左右。在这个大大的天空上面，飞机虽然是小小的一只，但是它的气场足以撑满了整片天空。我觉得飞行表演就是有这样的魅力，让大家能够
爱上飞行，同时也能够在心底埋下一颗热爱蓝天的这样的一颗种子。天空上的风景一定是要更美的。回来喽！我飞得太帅了，谢谢。你知道他对你的评价是什么？他说有被种草到。普通人接触不到战斗机，但他可以接触特技飞行，然后通过特技飞行的学习体验到战斗机上的感受。当时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去学习特技飞行？我特别向往天空中自由飞翔的感觉，而特技飞机可以给我带来这样的感觉。尝试了一次之后，我就不可自拔地爱上这种感觉了，是一个非常爽的解压的方式。像我刚才跟你说，我很多事让我焦虑，很多事情让我特别难受，但我只要飞上去，我都会就不焦虑了。就是有一种像按摩，你知道很多人喜欢按摩解压，全身上下都承受这种几公斤的力量的时候，就是特别爽，很舒服的感觉。对于你，对对，是的，是的。有没有曾经也被人质疑过？我一路上都被人质疑，现在被人质疑已经是我的常态了。我可能甚至就是来珠海，然后接受你们采访的时候，我觉得你根本。上去之后我特别担心你，我说我感觉找回来了，但我根本就不 care， 因为我在天上我知道我飞得很好，我也知道我没有办法通过语言表达我告诉你我飞得多好。对，其实我们之前在学习坦克的时候也是会受到这种声音，可能这种领域女生去参与的很少，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我们选择就是去做好自己的事儿。对，当然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不能松懈，男孩练5分钟我练3分钟这也是不行的，你还是要以他们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你未来有什么样的小目标没有？我未来的小目标是组建中国第一支女子特技飞行表演队，然后这支专业的队伍希望能在珠海航展这样的活动上向大家展示我们的风采，让大家知道中国女孩也可以飞得很好。陈安娜，上次你跟我说的带我去上坦克还作数吗？当然没问题。太好了，来，下次坦克上见。好，坦克上见。哎。